你喜不喜欢像我大姐那样成熟又稳重的女孩子？照顾好你们是我的责任。那像我二姐那样聪明又漂亮的女孩呢？我们女孩子最重要的不就是有个好姻缘吗？我呢，喜欢率真又勇敢的女孩子。你跟那个韩德让，哎呀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手足亲情是世界上最难割舍的羁绊。我只希望考了别哭了，我们姐妹三人一生一世都是好姐妹。可如今我们三姐妹分嫁三房，咱们大辽太祖系三支一直争斗不断，凡是挡在我夺位路上的人，我所爱者都一一离我而去。能陪你走完这千秋功业，我此生亦无憾。